干的英文大家都会哈、哦、，liver， 对不对？又来了，是不是我刚才那句话？你的智商、你的脑力全部都用在控制你的手指写出字来，是不是？然后耳朵有没有失聪啊？没有哈、哦，还是有听见我在讲什么？好，所以其实那个肝是 liver， 可是呢，它一个字根就是 hepatite。我们之前有说过嘛，例如说心脏是 heart， 可它的字根是 cardio， 还记得吗 ？cardio，cardiac。那肺是 lung， 可是它的字根，所以心肺复苏术的简称是 CPR， 它也不是 HLR， 它不是什么 heart， 然后再 lung， 它是老在讲什么？好，所以肝脏这边也是一样，它就 hepatitis B virus 啊。那我不确定我的念法是不是对的，因为有些字常照音标，而且有时候你照音标念，别人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念。好，我们先不管这个。